如果把倚天剑屠龙刀放在皇宫之内，恕微臣一时不能做主。看他的样子不大愿意。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。谁假扮明教来杀蒙古人？你真是明教教主？你们明教为什么杀害我们蒙古人？你千万不要误会。救我！公主，如果你想救公主的话，就要把倚天剑屠龙刀偷来。